要说最能代表北京韵味的乐器，那一定少不了三弦。我家是老北京，祖孙三代都从事三弦演奏，三弦就是我生活的主旋律。说起来，三弦得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，之前大多都是用来为戏曲和曲艺伴奏，到我爷爷那一辈儿才开始成了独奏乐器。你一天练几个小时？一个小时？看心情，没准儿。有时候一直的弹。你现在学了几年？学了20年了。从几岁开始学的？11岁。谢谢。哎，老爷，下午有排练，别忘了啊。好嘞，好嘞。我现在是一名专业三弦演奏者，日常工作就是演出、创作和教学推广。我很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觉，拨动琴弦，内心的音符不断流动，一刹那的感觉特别美妙。还推动了世界第一把电声三弦的研制。数字化处理后的三弦音色更丰富，冲击力更强，也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标准。这是它的原声，没有增加过这个电。传统三弦这个区别不大。OK， 现在过一下电，今天音量大了一倍，是吧？第一次听到电三弦弹出老曲调的时候，嘿，我简直陶醉了。年轻就应该多做些有意义的事儿。我愿意让更多的人爱上三弦，我也希望中国的三弦与世界各地的音乐对话，产生碰撞，激发火花。一曲三弦传三代，中华妙音扬四海。我是中国三弦演奏者王玉。